谁能看透我的眼睛 Hello 让我能够不再失明。我就唱到这里吧。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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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晚上好。晚上好晚上好。你们家能打把榜十不？榜十？嗯，我今天没有打过榜十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打过。我也没打，我今天晚上也没打。对，嗯、可以试试，没事，我就随便可以试一试，试一试。也没开会，试一下吧。哎，咱这样输了的，咱那个啥，问问题。比如说我输了，我派一位，然后去你那边，你问三个问题，然后答对的话，答错的话就做五个蹲起，对了就没事儿。哎，今天跟蹲起杠上了，我刚跟他们玩，就是猜那个纸条。那行，那输了弹脑瓜崩，弹五个脑瓜崩。也行，人变了，声音没变，你说我吗？行，那咱就那个啥，重连，直接开始。好好，来吧。好嘞，谁今生都有缘呢？我们全体召唤一下了。他们打榜十，我们家先占车位，好不好？跟我一样，我们先把车位占好。嗯，来，你定的来喽。好。来，全体朋友们，我们如果有保时捷的话，我们先上一上保时捷了。我们先把车位占好。欢迎我们 Matthias， 我们先占一下榜，打榜十了，榜十了，榜十了，需要大家的那个保时捷。我们先占车位，先占车位。谢谢我们的 Matthias， 谢 Matthias 的保时捷。我们还需要八位，好久不见了 ，Matthias。还需要八位朋友，我们先占位子了，家人们加油！然后榜上的家人们，超可、凤飞姐、松雨，我们的38对6，我们的点点、等待、林姐、爱不释手、强哥、爪爪，大家可以占一下榜了。我们在线的所有的家人们，有可以帮一下二小，我们打一下榜十吗？我们趁这个时间，先把位置给占齐。爆秒组合，感谢凤飞姐。老师看不见，你们可以帮我说一下，我看不见我们家的榜。然后大家有那个保时捷，我们可以先上保时捷了。我们还需要大家保时捷占一占榜了，所有的朋友们，谢我送云，感谢我们会送云的保时捷，谢38对6，我们要先占保时捷啊，他们家都是499，所以大家加油，小心一点。欢迎小龙回家，我们在打榜十，大家可以用保时捷先占一个车位，对，你们随时告诉一下我，我这个没电了，我看不见，所以需要大家的一个跟我及时的一个沟通。还有，我们继续追一下，感谢我们追梦的香囊，对，我们先占满榜，然后再一起统一的来。感谢追梦的人，我们还需要五辆保时捷，我们先占车位了，家人们，榜上的家人们可以占一占车位啊，我们38对6 ，Matthias， 追梦的人，然后我们的点点，等待林姐，爱不释手，强哥，爪爪，哼哼。小七，还有没有过路的朋友？有没有过路的大哥？看不到数值。是，看不到没关系，他这个不是第十位。加油啦！对面已经超过来了。感谢我们爱不释手，我们还差几辆，所有的朋友们，有没有可以告诉我一下我？我们爪爪、小七、华哥、西西，还需要大家的保时捷，有什么我们先上什么，先把榜给占齐啊！只剩最后1分钟了，还缺4辆保时捷。谢
谢谢小七的保时捷，还剩三辆，最后三辆了，还差三辆保时捷呢，上一上保时捷了。保时捷，大有保时捷上了保时捷，感谢我们 M 送出来的保时捷，还剩下两辆，我们先把宝给占齐。欢迎 M 回家，我们有保时捷上保时捷了，还剩下最后两辆保时捷。谢谢爱不释手，我们再补一下刀，全体一起补一下刀，感谢我绿茶哥的心跳。还剩下两个保时捷，大家加油啊！只剩下最后两个了，38度6，补一下刀。然后我们的林姐点点有，还需要补一补。感谢我们的强哥，谢谢强哥的保时捷。现在怎么样？我看不到榜。感谢我们的 EA， 全体一起补一下刀啦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拿下！我们家是多少？我看不见，我这是黑屏。感谢大家！啊，终于看见了！感谢绿茶哥，谢谢爱不释手，谢谢我们追梦的人，谢谢 Matias， 谢谢我们的 M， 谢谢强哥，谢谢凤飞姐，谢谢 EA， 谢谢我们的乌松云，谢谢小七吉祥，感谢我们所有上面的大人们。牛皮晚了，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，欢迎李子哥。但是你看我们打总、啊、打那个总榜可能就还不一定能打过大韩寒，他们家也很厉害的。哎呀，我们家这太晚了，小号直播大家都睡了，谢谢，嗯，没凑够、嗯、好的好的好的，白山黑水哥，那咱派一位谁去呀、啊、来吧朋友，我来问谁去呀、啊、你们想让我问啊大韩寒什么问题，这个时候别一起告诉我谁去、啊、欢迎星辰哥回家。我们交一下粉丝灯牌了，没有交灯牌了，我们可以交一下灯牌呀。谁去回答问题？究竟这位幸运儿是谁呢？没有说话的呢，来吧，就当这个时候大家都不敢来了是吗？谁骂了坐下蹲、啊、都不理我。薇姐去吧，薇姐去，不会不会很过分的，薇姐去吧。今年很忙，再玩一会儿。为啥呢？其实我都没想好。腾云驾雾，哥谁要去？你可得了吧！哎呀，漫步云家来了，有你们家的，你们家场控来了，那我开始了，问第一个问题啊。我问一个，应该大汉就是家里面的粉丝都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啊。你的初恋是什么时候？这个问题刚问过了。啊，还有人问过了。对，刚那会儿玩了一把，这不是送分题吗？是吗？送分题？你没谈过恋爱？你看你都跟我说了，你这哦，不能说出来，那我这不算，是不是？哎、行，你重问，真是的，这白揍你一个问题。来吧，嗯，什么？你这是什么问题啊？脸大还是脚大？有过几个男朋友？哎，你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人家没谈过恋爱呢。你这是什么问题？这是？等等，我梳理一下。哎，你们问的这个问题，我都，人家说了没有恋爱，我都。我想一下啊，哎，你没有恋爱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的初吻是什么时候？
们的这种问题。韩宝就是牛，不计其数。你这话说啊得，真是不欠揍，就是啊。你的处女座什么时候啊？正常问题。哎，行，好，初吻什么时候？嗯，说吧。行，他说完了。没有。不好玩，啥都没有，你看他这无从下手、啊、太执着了。你说同样的问题啊，你真是的。几个问题来着，还有三个问题对不对？欢迎 VIP 哥。问一晚上还有三个问题。哎不，大家问点实质性的，他这不好问，他啥都没有啊，这个咋问？可以问好多呀，有好多呀，可以问好多。啊，你们出出主意吧，你们，我一时没想好。欢迎 VIP 哥。你最近一次哭是因为什么哭？最近一次哭，好，我是不是应该放个悲伤的音乐？我来放。说来话长呀。那就长话短说。他说了吗？说完了吗？回答了吗？那说完了。好，最近一次哭是有感而发，然后被直播间大哥感动了，对吗？就是因为大哥而被感动，就对你很好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对了吗？他说是被粉丝感动。对，被粉丝一样的，大哥不就是粉丝吗？对喽。好，还有最后一个哈，默契十足，真的怀疑就是你的双胞胎。最后一个，哎，我们好好的问最后一个，非常关键，能不能问出一个蹊跷就看大家了，是不是？今天能问出一个什么小八卦就靠你们了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啊，这样吗？你最喜欢的？你喜欢什么样的男朋友？就找男朋友的标准。标准，嗯，就说一个呢。就喜欢什么样的大哥？什么样的大哥？好，想好了。喜欢什么样的大哥？好。哦，他说完了，该你了。人狠话不多。对吗？啊，对吗？哎，这个问题还是很老套，我觉得没有问出个什么。对了，答对了，是一模一样。谁不喜欢人狠话多的男朋友？不，人狠话多的大哥呀，是不是？这个问题就问的，哎，没有点什么水平。不行，一模一样，就是没有默契，没有任何字的偏差。保镖，人狠话不多。对，不行，你下次等我，我们再过来。这个场控相当到位。那我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专业训练过的就是不一样。你可真是个机灵鬼。欢迎五八哥。谁不想？对啊，谁不喜欢这种大哥？就人狠话不多啊。这个应该是就是统一。这应该是主播们心中统一的大哥标准，就是大家都喜欢那种人狠话不多，一来咔咔咔先给你展示，你发威给他的，哎呦。
哎呀，怎么戴眼镜？因为最近太累了，所以就把眼镜给戴上去了。茵茵出来学习一下，有的怎么看手机呢？要相信人家默契就是默契啊，太默契了人家才会这样说的啊，是不是？不是我们问的问题，就问在人家懂的地方。我们下次问一些人家就答不上来、没有准备的问题，对吧？就好了。向老师，向老师就对了，因为我的眼睛有点不舒服。拜拜。我的新歌上线了吗？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我的这个新歌，哎，在哪里啊？为什么没有看见？网易云吗？啊，我这个也是网易云啊。是哪首歌呀？是落单这首歌吗？为什么我不知道啊？一点眼药水，看一下落单的我。错了，感谢我们的 Matias。 哇，落单真的好像我，就是现在我的状态，一个落单的孩子。我还是带着吧，只是微弱的片段，让回忆变得涣散，粘稠是一种心软，可以忽略那那些难堪，就算时间可以很慢，旧的伤是否能释然，已经失去的温暖，惆怅和看淡一起平淡，悲伤是一种习惯，爱要用什么计算，要用什么替代你说的晚安，明明没那么喜欢，勉强一起多为难，不久后你就站在我的对岸，这种习惯的伤感，想要爱得太短暂，在这纠缠自己都觉得贪婪，在回忆中变黯然，走远了再回头看，原来的我一直在你世界外落单。我们先一起分享一下我的歌啊，我的新歌需要大家的这个。不是，我跟你讲啊，我没有办法把我的歌发过去，因为这是独家，就是网易云帮我出的歌，他们帮我独家去发的，然后版权的话是只有网易云，如果我发在其他平台的话，那是需要收版权费的，明白了吗？就算时间可以很慢，受的伤是否能释然，已经失去的温暖，对，没有的，只有网易才有。一起平淡，悲伤是一种习惯，爱要用什么计算，要用什么替代你说的晚安，明明没那么喜欢，勉强一起多为难，不久后你就站在我的对岸，这种习惯的伤感，想要爱得太短暂，在这纠缠自己都觉得贪婪，在回忆中变黯然，走远了再回头看，原来的我一直
就在你世界外落单。好听吗？这首歌《落单》送给落单的孩子们。时间计算用什么计算，用什么替代你说的晚安，没那么喜欢一切都为难，不久后你就站在我的对岸。习惯不想干，想要爱得太短暂，再去纠正自己都觉得贪婪。我对回忆中而然，走远了回头看，我一直在你的世界外落单。你表达了我的心情，落寞的落单的孩子，这是我的新歌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小小和小小的合唱，谢谢大家的助力啦！哎，让石头哥去唱我的歌，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，我要跟他说我又出歌。恩恩怨怨，相思白头，几人能看透？红尘也滚滚，痴情也几。聚散终有时，留一半清醒，留一半醉，至少梦里有你最醉。我拿青春赌明天，你用真情换此生。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，何不潇洒走一回。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，何不潇洒走几回。对啊，哎我可想石头哥这种状态。谢谢谢谢，欢迎小小。你知道刚刚你那个中间那个吉他那个间奏吗？我就有一种可以把它变成大女人。有的时候，这些忙忙娃子回坟穿的这个，哇，好像哦。我们刚唱完。难怪呢。就刚才是一个串烧。哦，这样子的吗？对，对，轮到大橙子了。木伟，你看着没有？你躲过一劫，你指定不知道你唱啥。哎，你说吧，你唱啥？你咋？我也搁后面。我一猜你就不知道啥调，你都不知道。户外我就找他一堆。让我们的那个。就是那个火锅在后面站一堆彪形大汉，哎、要不我都准备好埋汰你的词儿了、哥，我跟你说，我又出歌了，所以我出歌的第一件事情过来找你。你说怎么的？我又出歌了。啊，又出新歌了？对，我出新歌第一件事情过来找你，你帮我唱一唱。如果我赢了你的话，如果我侥幸的赢了你的话，你就唱一下我这个，你就是在网易云。我就硬唱呗。你就听着伴奏硬唱。行。那我刚才唱了一首我的新，也不算新歌，你要是输了，你也唱我这个啊，没问题。哎，对，我有那个什么鲜花，那个花开无悔，对，你就唱这个，让他唱一个我们东北那叫东北民歌味道的一首流行音乐。哎呀妈，太适合我了，反正就是味道，可能我不太正啊，大家就试试。行吧，行吧，咱们来一个，那我重新连你啊。好嘞。你放心吧，这女孩子，那你看到没有，女孩子一般直播的话很少后面站那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后面站很多人，除非是你啊，播户外你人会多一点。大家点赞不要停啊，进来我就看见了。哎，来，那我闭麦了啊。好嘞。你说如果我们站几个的话，那可能就是有预谋有组织，我们好好的设计一下。来，加油，大家一起众筹一下啦！让石头哥唱我的歌，左上方有福袋，大家领一领福袋啊！
朋友们可以点一下我的关注。感谢我们海龙的保时捷，谢谢海龙。来了来了，他们来了，我们打出我们家的气势啊！全体朋友们有什么，我们一起助力啦！谢谢我们的赖。我们离对方还有一个华子的哦，一个华子的距离，妈呀！众筹嘉年华碎片。新歌啦，加油！哇，这么多新朋友啊，没有关注小小的，没有加团的，我们可以一起加一下团啊。感谢我们的乡村四月，谢谢海龙的大刺龙花。我们一起中筹打石头哥啦！现在我们还在很后面，羡慕大家哟，我们家也可以的，大家一起助力一下。有没有办法天降神豪啊？欢迎昏昏沉沉。倒计时了，都没有奇迹啊，我们家没有血条了。30秒了，最后10秒钟，谢谢山竹记忆。现在是8:6，哎呀呀呀，不敢看不敢看。哎呦，太难了，我太难了。谢谢海龙，谢谢超可，谢谢38度6，谢谢赖，谢谢山楚，谢谢四月，谢谢哼哼，谢谢千里刃，谢谢香泉，谢谢螃蟹，谢谢大家，被你拿下。哎哎，我关了，哎呀，只怪把那把那个歌叫《花开无悔》啊，欢迎无悔，花开无悔，好嘞，嗯，花开无悔，我就直接这么唱吧，是吧？你就直接就张嘴就唱，
张嘴就来啊。我先听一下，听个大概伴奏。小小编歌老厉害了。我只能听伴奏哈。对呀、啊，这歌是一个农村题材的电视剧的主题歌。花开无悔，刚开始在央专八套播，还有3927。啊，一套播啊，啊，中央一套在播。客气啦，客气啦，谢谢。谢谢医药费。完了完了，我没听到，没听懂了，我现在已经看到医药费我都没听歌了，你看我。现编的就来了，他就是没唱过，就这个才是我们我和小小就特有的一个惩罚，很有趣儿。哇塞，你确定这个是加点东北味儿的那个歌吗？对呀、啊。哎呀妈，这咋整？我没听明白。两个字，哎呀，很厉害了，谢谢思过哥，那我直接试一试啊，来吧。我还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啊，片尾曲。从不觉得累，爱过了一回又一回，灿烂的笑凝结着泪，洒脱面对雨打风吹，不用说是否会觉得累，好好的活一回，青山绿水有梦就去追，花开大地无怨无悔，灿烂活出生命的滋味，花开花落终无悔，开过了一回又一回，开过了一回又一回。我在唱什么？美啊，是不是毫不相干？毫不相干。哎呀，倒是因为你一唱这个就没有我们东北的韵味。我刚刚一直在想，我是不是怎么样能够唱出东北那嘎的味道呢？
青山绿水有梦就这我感觉好像又不太 对你也不是我们东北人啊，这个是真的很厉害啊，这歌他一次没听过，而且就是哎呀这个怎么形容呢，这个知道这编过才知道多难啊，而且他每一个伴奏的位置都卡得上啊，他这点他这、啊、还卡上了，太邪乎了。哎呀，那你那新歌你是唱不上了，下回是吧、啊？我总有一天能够让石头哥好好唱我的新歌。落单叫啥名？落单。孤单。落灯。落单。落单。落单。嗯。啊，这么惨吗？哎，嗯、不是，不是就跟我最近的心情是一样的。落单不行，落单不行啊，落单。那行、啊，那我回去了啊。好嘞，石头哥，拜拜。好嘞，拜拜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下回再唱落单啊。好嘞，好嘞，拜拜。对，我是现编的，我刚刚听了伴奏。洛丹是自己写的，洛丹不是自己写的，不是。大家喜欢小小的话，给我点点关注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然后呢，给你们发一个福袋。对，后面的那个阵容比较好，我也应该要请一个那个乐队了，把我们家的乐队全部带过来。还新歌。歌很大气，很好听。你让我正儿八经去唱吧，我还不知道咋唱。还好他只给我了伴奏，我可以自由发挥。我也不知道我唱的咋样。原唱在这边，他没有打我就好了。乐队在这里，戴眼镜视力锐下降，可是他在保护我的视力，他是保护我视力的。最后一次深呼吸，竟然再出奇迹，我可能还是希望。放一个唱首红唇吧给你们。跌进眼心就有多痛，挺斯文了，这样突然的重逢，在为谁而心动，烟花春雨都藏在心中，那是一生不能说的痛。弄一个乐器专场，我都已经把我的那个秋夜里最后小提琴拿来了。你用春意将往事尘封，唱一首红唇送给你们。我已不
在为谁而心动，烟花春雨都藏在心中，那是一生不能说的痛。就像秋夜里最后的红枫，你用唇印着往事尘封，为情泪光闪动，忘了这长短暂的相逢。就像追忆里最后的红枫，层层叠叠染红的天空，红尘上松烟之笑容，我们从此山水不相逢。一起点点赞啦，加油！欢迎我三峰哥，三峰哥来接我上班是吧？欢迎回家。我开着汽车了。风管会掉落一滴红，我已不再为谁而心动，烟花春雨都藏在心中，那是一生不能说的痛。就像秋夜里最后的红枫，你用唇印往事尘封，红尘为谁泪光闪动，忘了这长短暂的相逢。就像秋夜里最后的红枫，层层叠叠染红的天空，红尘上消送，我们从此山水不相逢。就像秋夜里最后的红枫，你用红尘往事尘封，红尘为几泪光闪动，这长短暂的相逢，就像记忆里最后的红枫，层层叠叠染红的天空，红尘上松烟之笑容，我们从此山水不相逢。谢谢三峰哥用布加迪接我上班。上次的布加迪，不，上次还有小摩托。想听我的新歌啊？我会粤语啊。好久没有送歌给三峰哥了，给三峰哥送的话，应该要送项羽的。我记得他第一次就来的时候，因为我这首歌，然后他留下来的。欢迎知名。跳河，一只小船，一个我，一颗心，一把火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会唱粤语，我点一首，可以啊，你点吧。穿过了河，你在水边看着我。一座山，你路过，我变成星。悄悄地看着你。清晨许梦，哦，不会，我粤语只会经典的，其他的我不会。山，躺
过河，三天五天你装路过，你心里谢新的女神帮我点赞，我的新视频帮我点赞啊，大家记得。我戴进入眼睛不好了，眼睛有点疲劳。那我唱一个那个吧，粤语的歌，十七岁吧。十七岁给你们，十七岁那日不要脸，参加了挑战，年深也要训练班，短短一年太新鲜，记得诗歌发歌都已经过年，后来晚上做个太得意，你高水班感的蔓延，分是太疯癫，听我唱段情歌，也缺歌词太经典，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串联，连情歌中唱不厌，喜欢我别遮脸，任由头人发现，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装演，唱情歌随随来一遍，无时无刻都记住真心哄遍天，来唱情歌又从头再一遍，越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，应该起的拍子改变，每首歌是每首Hello， 我就唱这里了。哒哒滴哒哒哒哒。对，这首歌叫《十八岁》。Hello， 林经理你好。来自，你好。哎呀，那这歌唱的好啊，小小庆。哎，我刚刚一直在唱歌，我就看到有连过来，然后很厉害哦。哎，先加一个哟。嗯，我刚入围抖音不久。嗯、哦。所以刚来就来学习一下。那你是主攻什么呢、哦、抖音上主攻什么？我才艺也有，嗯 ,PK 也玩，反正都在弄。哦，你是主攻什么呀？唱歌。全能。全能。哇，那跟我一样。既有颜值又有才艺啊。从来不会因为颜值而耽误了才艺，好像是靠颜值吃不了饭。不能因为颜值乱了芳华啊、嗯！主要靠颜值吃不了饭，所以就是才啊，在其他方向。哎，你还颜值吃不了饭？你这样吃不了饭，那抖音起码很多女主播要下课一大半。嗯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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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能你还没有认识他们而已了。我认识了。嗯、哦，哦，对对对，我主攻法师和 ADC。主攻。哦，那我这个人，我特别擅长辅助中下辅。啊，中下辅，哎，那好，我 ADC， 你跟我走。欢迎沐浴春风，哎。哎，那个你是音乐学院毕业吗？我是，对，是的。那我们俩都是校友。你是哪个音乐学院？
我是四川音乐学院川音。川音，我是五音。啊，五音，五音不全吗？对，就是那个武汉音乐学院，它不太全。啊，对，简称五音是吧？啊，其实武汉音乐学院，对，武汉音乐学院也挺牛的啊，就是校友啊，五音。哎，那这样，我们今天输了，我们就来唱歌，好吧？可以呀，可以呀。输了唱歌，但是要有动作啊！你有没有那个洗脸盆呐、啊？这盆之类的东西？有脸盆。有脸盆吧？有棍子那个笤帚啊那些吧？那个好像没有。但是我有舞龙舞狮的道具。哎呦，我今天我在外地播，要不然我也有舞狮的。专业行家呀，没有想到你这个中上普应该是都是音乐学毕业的嘛，都有套路，而且我还有至尊宝的道具，只不过今天金箍棒啊，还有紫金冠没有带啊。哦，我那个紫金宝剑在我这边，我有。哎呀，行家，好玩好玩，哎呀。那以后就好玩了，大家都是一路人，同行啊。都是一路人啊，都要通过歌，以歌会友，然后带点表演，这样就有意思啊。哦。要么我们这边家人也给这个，我们的王小小静点点关注啊。以后我们经常都在一起玩啊，这样，我们今天就不玩这个，至尊宝系列了，我们就玩这个划船系列吧。划船是什么？输了就坐在盆子里边唱。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。这样吧，就不用拿盆子了，直接就是我的话，我不是这个吗？我直接就站，就是这样背对着这样子，然后就开始划船，开始唱。要坐在盆子里边划。我盆子只有这么一点点，我坐不下去，很小，我就只能顶在头上。你让我坐的话，我估计还得时间倒退回去那么几年。你有没有箱子？箱子也行。就是因为没有。行李箱。就是因为没有，就这样呗。我就蹲在那上面，我就蹲在那个上面，就是看你给你滑，边滑边那个，也有视觉效果嘛，一样的。要拿个杆子来滑。可以。然后我就拿后边那个，我就拿那个杆子。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我可以拿。嗯。就是我深夜了，到处连，就是大哥也不在，反正就玩嘛，好吧？哎，嗯、我也是，我也没有。那我们重连吧。都没有。嗯。但是，你有我呀。嗯、陪你玩啊、嗯。好，蹲在凳子上可以，我也蹲凳子上，刚好。这一样的。嗯。好嘞，师妹儿，来吧。来吧。我挂脸。想小姐，一年前你走过我家圈的那条路，我悄悄地看着你，你也偷偷地望着我，要有演技才行。嗯，那我们闭麦了。哎，好嘞，那就闭麦拉票了啊。绕过山，趟过河，三天五天装路过，你心里早有我。感谢我们38.6，欢迎陈毅，谢谢我们超哥。谢超可，哇，超可，你家是不是开花店的？还有那么多玫瑰，感谢我们超可的玫瑰鱼。小区管理不是唱歌主播，我好想听他唱啊！我想看他滑，我太想划船。大家一起众筹了，我们全体朋友们有什么上什么，打出我们家的气势啊！
谢我们常人的项链，谢谢你的心愿项链。花花草草飘一飘，谢分享。小心一点啊，小心对面偷塔，我们一起助力了。欢迎阿华爱吃鱼，德福你不要在那个镜头前。谢谢大家入团，没有入团的家人们可以入一下团了，还差1.2万。喜欢手上的话点一下关注，我们涨一涨粉丝啦，17.7万了，团结就是力量啊。欢迎秋日思雨，有没有保时捷？我们在打出我们榜十的这一个状态啊，我们榜上的家人们一人一个保时捷，我们可以先把血条给压过去。团结就是力量了。感谢我秋日思雨的兰博基尼，感谢我们思雨，谢谢思雨。还有1分14秒，大家记得守一守塔，小心对面一个抖音一号或者一个华子就偷塔了。谢谢为我点赞的家人们，有没有奇迹？天降神好防偷塔，对，因为每次到这个时候就特别怕翻车，就最后那一下子就翻车了。要做40秒，感谢我思雨又一个。又一个兰博基尼，感谢我思雨。还有30秒，小心啊，小心翻车啊！我们今天都翻车了一晚上了。团结就是力量。不行，我可能还是要再戴上眼镜，因为我的这个眼睛有这个光很不舒服，还是得戴上。3秒钟了，2、1。感谢大家，谢谢我思雨，感谢思雨，然后呢，谢谢我们榜上的超哥，然后拿下了，终于今天拿下了，然后谢谢常言，谢谢我们榜上所有的家人，我点不开这个，然后呢一会儿回来的时候一一的感谢大家好不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这一份下了很多，董事长也走了，会长也走了啊，区长也不在，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才一局哦，最后一把。主要是我们家在看你划船，不知道划成什么样子。哎呀，这承让了，承让了，都喜欢看我划船了。对，一般你说出来的话，你划的应该比我好看多了，我想看一看。好看多了。哎，这个我看一下啊。还是四亿输给了5亿，过河吗？是什么？
过河梅花有过火，或者是那个那个叫什么，咱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铃呀彩虹铃。哦好，还有什么过河呀？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？彩虹铃，有东北味儿啊。哎呀不好意思，最近唱东北味儿的歌太多了。你说话有东北味儿、我最近唱那个大碴子味儿太多了。我们一起圈一下，然后感谢一下我们秋日思雨，欢迎我们秋日思雨回家，大家给他点点关注啊！我看一下，报废了，哦，荡起双桨也可以。妹妹的左枕头，这个也可以。他真的有箱子。我在出差。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铃呀彩虹铃，这样的美好情，这样的浪漫情，就好像两家邻居。好坚强。我们一起飞一波，然后打一，然后打一个，我们打一波六六六，好不好？我飞过去打一波六六六。坚强且努力的表演。哎妈！欢迎拍哥。差点没站稳。这个船开了，就是有一种坚强、且又努力的感觉。这个船下次买点大船。谢谢我们的小小静的家人啊，过来打六六六，感谢大家了，谢谢。全面的上行，一切都好。欢迎台哥，一来就让你看到划船了。愿大家牛年必须牛气冲天，一马当先啊，一马平川，马到功成，扭转乾坤。万马奔腾，可真会说吉祥话。谢谢我吉祥话说多了，这是随便一说就是一打。因为以前，音乐学院毕业之后，我还出去当过主持人，后来在电视台当主持，啊。果然是同行，我跟你说，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。就是唱歌唱的不咋地，然后就主持了，对吧？不是，就是那种又唱了之后，就是我是属于那种从小自己赚钱嘛，然后呢就是跑场子、跑商演、唱歌、跳舞、录 demo、录小样，然后呢就当主持人、都可以。是的，是的，对，然后就是主持嘛，主持完了自己还要唱一下，对吧？有一种心酸溢于言表，有没有？我当时在深圳就这样的，哎呀，每天还要商演，白天要商演，然后要在那街头，当时卖手机呀、卖电器呀、贴膜呀，然后晚上啊就要到那酒吧里边去主持，然后做秀场啊那种，那个我倒是没去过，我觉得太吵。但是我的性格比较安静一点，我可能不太适合那种很，所以就贴贴膜啊。自家人才能贴膜，一般人不告诉他。对，我的家人说我的行李箱早晚要戳穿。行，到时候我买新的，我买新的船，真的买一艘船来。主要我在外地出差。所以呢，在这个道具也不齐啊，就只有这些。到时候我们来一个一生所爱的
合作音乐啊，可以。到时候我们合作，你来演紫霞，我来演至尊宝。我感觉我很吃亏呀，这样。你吃了哪门子的亏？我心中的至尊宝不是这样的，它不是诗歌类型的。所以就是这个吧，得看我们家，就我们家就是这么多禁卫军都在呢，是不是？不能瞎说。你伤到我比较厉害，你看我祥云都还在。但是这一场我怎会败？哎呀妈！我会见惯不怪。没关系啊，主持人嘛，就活个脸皮厚啊。要不我演个至尊宝，我至尊宝。我至尊宝，我还有那个，还有那个关，还有那个。金箍棒，嗯，放下金箍、啊、还有一个皮，如何救你？哦，你要救我，然后我们把经典的对白呀、啊，还有歌一唱，齐活儿啊，对，可以，期待我们下次连麦哦，期待啊、嗯，好嘞，那我们就撤了，好嘞，王小金，嗯，拜拜，拜拜，你关吧，你关吧，嗯、到时候我就说，哎呀，突然。今天想静静了啊、嗯，然后所有的家人都走了。你不是要下了吗？静静了。你我说我要连静静，别走，再见。别走，自再见。别走，挂挂挂。别走，再见再见。哎呀，谢谢。感谢谢秋人思雨，谢谢你。感谢所有深爱我的朋友，谢谢你的帮助，我感谢你们多么享受，感谢现在一说了一段相声，就是这样挺放松的，对不对？欢迎我们秋日思雨回家，我给你上了管理啦，你可以飘屏说话，哎，点你喜欢的歌。哎，我们的天下哥也来了，是不是？欢迎天下哥哦。天下哥，你怎么没有开着你的坐骑来呀？涨了1000关注 是吗？我点不开，我点不开。一般来的时候应该开着坐骑啊。你看我们思雨就开着坐骑来的，开着他的那个，就是那个保时捷来的，兰博基尼。我把17岁后面给大家唱完吧，刚没有唱完。黑风落。别机灵，拥有讨厌发音，曾共唱，用上八戒情绪过中音，唱情歌，吃起来压冰，莫西莫哈都记住真心，行聆听，来唱情歌，有中流带压冰，与情。有点泪流难避免，应该起的怕只改变，每首歌只会沉念，绝绝来一遍，无时无刻都记住真心，肯定听来唱情歌，与从头再一遍。越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，应该起的怕只改变，每首歌是没真理，如今我是说今从前沙哑了视线，回忆狂妄那暂生意人到今天，那受挫虽忘情虽不再经典，仍藏在你的心中，从未变。我粤语不是。